始吗？嗯，开始。现在快要六点了，我们等一下，5月15号7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在宜兰的罗东展演厅再次跟大家见面了。经历了四场巡回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最后一场。花莲，这一次有一个很好玩、很好玩、很好玩，你们不能错过的东西。花莲是个风光明媚的地方，我们在那边也会看到最美的景观，大家一定要来哦。就是在我们巡回唱歌、唱歌、敬拜、敬拜、祷告、祷告、祷告完了之后，国立花莲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已经不是老套的签名而已了，盖印章还有拥抱。嗯，很难得，因为像以前巡回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站在台上，虽然好像跟弟兄姐妹有互动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还是有一个距离。嗯，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真的那个拥抱在一起的感觉是真的不一样，好像是弟兄姐妹的心真的是连接在一起。然后每一次看到很多的弟弟妹妹，他们会那种很开心的，然后跟你讲说哦谢谢，我每次都觉得很感动。也会有碰到一些人好像有点害羞，就是抱他说他怎么这样。对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，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连接在神爱旁边。平常你们然后毕业女生抱女生，男生抱男生哦。你说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哦。我说，所以大家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哦。这是抱着吗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哟、哦。